这个箱子，如果我还会开错边的话，我就是脑袋太厉害了。这个粘的都爆出来了，肯定是正面。哎，剪刀有点难剪，就是，应该不会剪到里面的东西吧？这开箱这不是我的问题啊，这是剪刀的问题。这个是剪刀的问题，剪刀不够锋利。有了，开了。这五花大绑哎，好像一个人被绑在里面一样。看，两只脚，两块肚子，胸部的地方，头呢？头跑去哪里了？这个人被五花大绑，我要救他出来。救出来了。哦，找到头了，头在这边，刚好吧。这个材质还蛮舒服的，冰冰凉凉。脚脚，身体，头的地方，把这个五花大绑的给……哦，好蓬哦！哦，真的是剪刀不够力。这剪刀是发生啥事？这边还有，我决定换一把小剪刀，然后这一把就没有问题了。有点难塞，还是用这个好了。用这个一刀下去，是不是？姜还是老的辣，剪刀还是旧的好。没有了，空箱子，丢旁边。100公分，这么长，其实不会很短耶，还挺长的。原来100公分有这么高啊！哦，它是有拉链的，把这个给塞进去。快了，只剩下头的地方，头要出来，不是，头要进去了，不是头要出来了，再进去，再往上，可以了吧？可以的，关起来，真的100公分呢，反面、正面、正面、反面都一样。好像印刷的感觉，真的觉得耳朵比较短嘞。曲面的关系，觉得耳朵短了一点。嗯，有吗？不知道哎。试躺一下。嗯，还蛮好躺的，很舒服的材质。这里面有一条线嘞。这里面有一条线哎，这是裁缝的线吗？哎，头发，感谢多拉送的生日礼物。